괜찮아. 정신은 정신은
我在这个戏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是不止一场，有非常多的场，我就像是一只吉娃娃一样，在藏獒的面前哇哇哇的大叫，然后我俩天天在一起打架打架打架，永远都是打架。那其实我们都是有这种融入到工作的，所以说两个现代人在大马路上用那种号召在打架，其实也看起来挺尴尬的，所以也是很好玩。那我跟白涛老师呢，这边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那我这个人设呢也会有一些转黑的变化，所以最后我变成了他们所有人的敌人。那最后我是怎么样去经历这一段感情故事和这个前情之间的故事，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一下旋风少年，只要帅就行了，只要帅就行。好，刚刚男神之一说了，接下来我们要请下一位男神好不好，时昌旭来说说。기대해도 좋을 것 같아요.
加什么？我未成年，你刚考完大学。刚高考结束吗？我们祝贺一下，那个魏立群刚考成功。刚考成功。刚考成功。哎，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好安静啊。哎，你们今天这边有好多也是刚考结束来的，所以跟俊成应该是差不多年龄的哈。我们一块儿参加的高考。哦，是吗？我也是高考的。难怪在考场当中看到你们了，真是好眼熟的。好，所以继续来说。说到哪儿了？说到你有一个新的是新的路飞。啊，有个新的路飞来追求。那我也好满足。好，今天这个五位还有剧中的主演都跟大家讲了，在拍第二部《旋风少女二》的时候，大家有不同的一个感受。无论是在上一部戏当中就加盟的，还是在这部戏当中新加盟的，相信每一位的演出都将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那说到在剧中的一个演出呢，今天我们在现场呢，我们也会根据剧中的一些内容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哈。我们在微博上有看到说这个旋风当中的各位互动。想必呢，互相也是非常了解的。大家想不想看他们在剧组谁是 NG 王？想是不是？我们来爆料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来切大屏幕，我们有在剧组当中的一些这个 NG 王、大胃王、自拍狂、幼稚鬼，还有笑点最低。我们请几位主演们来看一看，你们觉得你们心目当中这五项分别是谁，好不好？好，大家现在正在讨论了。说你什么？不是。好，我们先问问这个 NG 王，我想问一下池昌旭。池昌旭，因为我爸不太听得懂中国话嘛，所以想问他一下 NG 王是谁？他没有参与刚刚你们的商量，应该说的比较真一点。영화편집말씀드리자면사실저는 NG 를많이내지않습니다。就是很确切的可以说我是不是我不是 NG 王。我爸不是 NG 王，我爸什么都可以，所以我爸不是 NG 王哈、啊。那您觉得哪位是 NG 王呢？要做坏人感觉。现在那叫……别看我们，看那边。哎，생각에는그래도이我们哪个？哪个？因为왜냐면因为김장신이많아你拍的那个戏份最多，액션도굉장히많고动作也很多。네그래서 NG 가날필요해가장큰요말이죠然后 NG 的概率应该最高了。对，因为难度比较高，对不对？难度比较高，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因为实在是戏份难度太多了，而且戏份也很足，对不对？啊，所以说，乐器同意吗？好，那就这样吧。好吧，就这样吧。好吧，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大胃王是谁。哎，大胃王，我们让月西来说好了，好不好？月西，谭姐啊。啊，是谭姐，是宋玉吗？两小姐呀、啊，两米大小姐，两小姐。为什么说她是大胃王？站在长身体，对不对？但是最近有瘦，因为她在减肥。喂，并没有。昨天我说，昨天我说我这包里有辣条。谁是自拍狂？
一会儿拍一个吴亦凡，一会儿拍一个这个戴胡子的男的，所以我觉得自拍狂应该是女生吧？应该是女生，没有没有没有，自拍狂是教练，你真的很霸道，很霸道。我爸是照镜子，不是自拍。哦，我爸是照镜子。是两个，欧巴，两个欧巴。好像男生女生都互相说是对方。我们女生都是他拍。哦，都是别人拍。对。所以男生是自拍。那三个男生当中谁最爱自拍呢？一成吧。什么歌？怎么了？什么怎么了？要讨论一下。哦，对，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深刻。欧巴这个时尚剧《晨曦》
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生活方面的一些简单的用语啊什么的都有长进，挺好的。中文都有长进，对不对？那我爸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没有中文有了一些长进哈、啊？那有没有说的特别好的中文，跟我们现场来说一说？贼牛。什么？肥牛。贼牛。打得好。哦，贼牛，贼厉害。贼牛。贼牛。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棒的。我爸棒棒的。对。我喜欢收工。收工。笨笨。最喜欢吃什么？后来
辛苦好辛苦，非常敬业的非常努力的演员哈，哇太厉害了。在旋风少女二当中呢，我们大家应该都会非常期待看到一个升级的2.0版本的一个白子们，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的。那相比较于这个欧巴和月熙呢，那我相信陈翔这一次是二度加盟这个旋风少女，想问一下回归旋风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感受完全的不一样，怎么说呢？因为这一季的方廷浩和第一季的方廷浩完全是两个人了，完全已经是改变了不同的性格方面。对对对，一直跟他说，我爸一直在折磨孩子，我呢一直在折磨孩子。对，就是你们是三角恋对吗？折磨。啊，折磨。
转过去表白的。海生。是教练。이런말을했던지모르겠는데요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너랑같이밥먹고싶다我想跟你吃个饭。내가화보를좋아하는만큼너랑화보를먹고싶어我非常是喜欢吃火锅，然后可以跟你一起吃火锅，很想跟你一起吃火锅。사실나는其实我아무하고나화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一起吃的。화보를같이먹을만큼좋아한다所以我很想跟你一起吃火锅，就是喜欢的这种。밥먹을래
站长，为了促进中华的友谊啊，咱们大家一起约好不好？哎，还是蛮大度的哈，一起约哈，开玩笑哈。其实刚刚这个中韩欧巴 PK 是其次，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演员的魅力哈，在舞台上为大家表演的这个撩妹的技巧，相信我们现场的妹子们一定是这个哎心中的这个芳心一定是大开了哈。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三位成员好吗？再次谢谢，送给他们，谢谢，谢谢他们，我们请三位稍事休息一下，谢谢。不要做什么？
焦一点啊。好，这个表情包戏份真的是太足了，大家有没有都拍到？好，回去呢，大家可以这个把我们宋韵和俊辰的这个表情包来发微博哈，可以来艾特二位，大家来可以看一下刚刚各位的表情包的一个表现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送福利了，我们再次请到我们剧中的其他的几位主演，请上池昌旭、陈翔和安月熙再次上台给大家来送来福利，有请。选一个福利哦，机会真的好难得。
谁来比划？谁来比划？他来比划。OK， 那猜的人在这边，因为是答案在你的背后，所以你不能看哈，面对观众，好不好？面对观众，来面对观众，对对对，好。我爸待会儿看到这里有手幅，然后我翻译告诉他，然后我爸来比划，好的好吧？好，准备好了没有？好的，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限时一分钟的时间，好，来，我给我爸一点鼓励好吗？来，掌声送给我爸，我爸要上场了。哎，你们怎么没有掌声呢？大家手都拿着手机，怎么有掌声？对对对，心里在鼓掌，是不是？好的，好，来，我们请我爸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开始。一张。下一个。
选一个福利。来选什么？我们来看看你想选什么。选一个比较实用的。你选一个，不要跟我上麦。啊，选什么都可以。什么？爱的抱抱。爱的抱抱。那这样吧。哎，什么？
个。好，来，我们看宋玉这一组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来倒计时一分钟开始。两个字，可以发出声音。声音。少年。
되게 소소한 행복을 느낄 수 있는 책인 것 같아요.